Ah.
弘扬佛陀的大智慧，发行护持各项器材，电视网路及卫星，无远佛界不间断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应该叫什么？生命电视地球卫星弘法立身大道场。为了要把这个大道场弘扬到全世界，所以透过卫星、电视、电脑各种的管道。更重要的，我们不是盖大殿，我们要摄影机、很好的软体、电脑、各种细心先进的人员来完成这个工作。所以要呼吁各位菩萨多护持生命电视台的摄影机、器材、电脑配